这两本呢是英国 nosy crow 出版社呢的这个操作童谣书。那还有一个亮点呢是它的绘者是来自台湾的王宇轩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特色在于说它有一个QR code 的方式可以来听这个歌曲。首先看到这个划船曲，它封面呢就是可以操作摇来摇去的。那打开第一页呢，他跟你说要扫描这个 QR code，所以呢，就用你的手机，下载任何可以扫描 QR code 的这个 app，然后呢，点选之后扫描 QR code，扫描到以后呢，它就是会跳到这个出版社官方页面，然后呢，就可以开始听歌喽。Gently down.